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玩闲人小镇。哇，这张图载入有点久哎，因为代表说这张图应该做了还不错，蛮多物件的。好，进入了。哦，这是一个度假村吗？这水是怎样啊？这应该不是水吧？对，这只是一个蓝色的地板而已。好的，我们来找武器吧。我刚刚看到这边好像有一把鱼叉，嘿嘿，我这边还有船桨可以捡。好，我们就潜入这个地方，人还蛮少的。但是很大，而且那艘船该不会可以上去吧？好像可以上去天啊，难怪这张图要载那么久。等下这有地方上去吗？我觉得如果可以上去的话，我先从这艘船开杀好了。这作者应该不会无聊到把上去的路设计在这船的后面吧？这没有必要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直接往里面开杀了。有漏掉的话再回来这艘船检查一下。那上面好像有个人在站哨啊。来来来，哦，站哨，哦，摔下去了。换这把弯刀，他应该还没死，没错，还没死，给你死！哎呦，我本来是想戳你一下，没想到把你头砍下来喽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。哦，里面有人在跳舞。好，我们就直接从这边开杀。我看一下这边好像有，这边有人被挟持了。哦，好黑哦，哇，这两个人已经够黑了，还站在那么黑的地方。屁啊，这怎么一下就用完了？搞什么东西？搞什么东西？啊？等一下，这关的东西怎么都那么脆弱啊？怎么有小刀？哦不，菜刀，菜刀，菜刀，啊、菜刀砍你，砍你啊！来呀、啊、你！哎呦，哎呦 ，Oh yeah baby， 绕过来，跳跳跳，先绕出去。这关地图好阴暗哦，角落都看不到东西。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有鱼叉。在储藏室里面可不可以进去？可以。我靠，里面这么多裸男拉屎啊！拉屎啊！来呀、啊！等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妙，我没办法跳出去啊！被卡住了！等下他全部都进来了，我全部都跌倒了，赶快绕出去！这些人是喝醉了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有武器，砍！耶！再砍！这关唯一的缺点就是灯光太暗了，它只有几盏小灯而已。我踹，哦耶，把你踹飞啊！来啊，再来啊！打爆你，打爆你！哎，哦，这样都没回到我，我闪一个过来，戳，打你头，打你头，没死，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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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！还没死哇，这个人好硬！你们有没有屎可以拿出来丢啊？这个人直接死在马桶里面靠，跟他的那个坨屎一起去了。看一下这边有没有？这边有菜刀，菜刀回去砍那个人，干那个人好像还没死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哇，这生命力超强了！再来捡我们的弯刀，来啊，来呀、啊、你，来！那个人手上也有弯刀，杀完他再替换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你这垃圾，妈手被砍掉还在这边嚣张啊！他的刀嘞？他的刀在这。这个人是怎样被我砍到一个懵掉？是不是？你懵掉啊？叫你平常喝那么多酒，哇，这里面好大、啊。没有意外的话，这里面的人杀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来来来来，我这边好宽哦，这边还有人在睡觉。哎呦，去死啊！先绕过来解决一些残余啊。哇，这地方好大、啊。吼，还有人在睡觉，砍死，砍死，我踹。喂。武器没了，武器没了。哦，这边有一把斧啊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等我有大绝，你们就完蛋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好痛，被打我一下。我这现在怎么感觉有点硬啊？有点硬哦，有点硬哦。等，武器小刀，擦擦，打地鼠，打地鼠。哎呦，我好硬哦，好硬哦。哇，这样都抽不死哦，这边很多武器啊，还有枪。来来来，用不完了，杀你们这些人刚刚好啊！来呀、啊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在哪？在这，在这，来来来呀、啊！你，我跳出去，我再砍，我砍你，我再一刀，再一刀，再两刀，啊、三刀，啊、四刀，五刀，死了吧，死了吧！还有你，小黑人，小光头，死了没？啊，死了死了。你滚开！好，这边人应该死的差不多了，但是人数还没在倒数啊，那代表说还有一些人不知道在哪里。我再来往里面走一下好了，看一下这好像这沿路还蛮多这种床的、啊，是不是有些人妈在睡觉我没看到？
检查一下，这个刚砍死了，这边有没有？这边没有。耶，哎，这边还有，我靠，白布遮起来，然后你很阴险啊！这些人是装睡是不是啊？我这边走过，他瞬间起来。这边有没有人？有，我好暗哦！你看这个，这个黑人超阴险，躲在这种地方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哟喂，这里面什么牢笼吗？关人的吗？哎，真的，你们这些人啊，哇，那是我队友吗？怎么这边也有队友？来来来，哎呦，我靠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天哪，我不能再被砍到了，我不能再被砍到了！天，我被卡住了，被卡住！哦，哦，我的队友好凶，我队友是白痴吗？打完自己摔倒，白痴，白痴！哎呦，我靠，我刚被那个椅子弹起来！来啊你，老子有刀，你赤手空拳敢跟我打？先把这王八蛋砍死！哎，砍错了，砍错，砍错！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来来来，接下来就是把队友杀掉。妈没用的东西啊，早就看你们不爽了啊！早就看你们不爽，早就看你们不爽了。哦耶，换一把刀，找一下有没有残党，有没有人活着？你死了没啊你？这要怎么进去嘞？我这样可以砍得到他吗？我这样也砍得到、欸？我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他绕出来了。哦，原来可以用这个方法找入口，他们自己会出来，把他引到亮一点的地方，这边。靠，那黑人真够黑，哇，黑到一个不能再黑啊！枪一发，再一发，来啊，来啊！哦呦，他鼻子都不见了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哎呦，这个很危险！哎呦，还好老子有练过啊！这个人要死了没啊？哦，死光了！哎，奇怪，还没在倒数，到底有多少人啊？妈，这边真的长得都差不多！哎靠，我真的不想死哦！我直接敲大绝好了，直接敲大杀你们这些人刚刚好。来啊，那个黑人，你看他站在那边，要不是那边有一盏光，我根本看不到他。再来哟、哦，再来哟、哦，多电几下，还没死是吧？再来，你，哼，后面的小光头拿椅子干什么东西？哇、哦，这个人还没死哎，好硬哦！妈，电浪还没死啊，死了吧你啊！哇，这三个人被我电成白骨，好可爱。哎呦，哎呦！来，捡一把小刀，直接往前冲了。这个区块应该都死的差不多了啦。来啊，光头厨师！哎呦，这边很危险啊！这大家都拿菜刀。哦，那是什么？那个 boss 吗？我、哦、这个站姿很酷炫哦，很酷哦。诶，他们都拿菜刀啊！我是不是要先用震波把他们震走啊？来啊 ！Oh yeah, baby！ 来啊！来呀、啊、你啊啊！阿奈西啊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哦哟、哎、我靠，他开始冲过来！我操我操，这些人好凶！我靠，这些人根本不是厨师吧？这些人的本质是厨师吗？确定？妈，一群职业打手啊！等等，有没有武器？有没有武器？哎，怎么只有肉啊？吃肉吃肉！哎，饿了吧饿了吧，放饭。对，捞过来，我这边很多东西可以丢，我、哦、爽，来呀、啊，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些人是怎样、啊？为什么跑步那么快？哇，跑步超快，他们疯掉了，完了，他们已经疯掉了，来啊，疯掉，妈疯掉，哎，哇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怎么有一个人突然在后面起来？今天有刀，我丢刀啊，哎呦喂，跟来炸哦，走这边应该没错吧？我靠！前面还有这关，到底是多大？我的妈呀！难怪刚刚宅路宅那么久，前面这完全打不完啊！我靠，这里面怎样？哇！最后的晚餐、啊、没有，那上面才是 BOSS 啊！我靠！哇！这边好多武器，哇！这边好多人！等一下，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！我觉得我要再用一个震波。哎、欸，对，没用到，再来一次，震一波。OK， 这个人的王座上面有没有什么武器？没有啊，给我过来啊！啊呦呦呦呦呦呦！等一下！哎呦，有武士刀！我靠，不早讲，有武士刀你们就GG啦，知不知道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好像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呦，等一下，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！等一下我要绕过来，这边比较空旷一点。这些人太扯了，每个人都拿武器，每个人连冲我就饱啦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这每个人要是都连冲一下，各一下就够了，我就GG了。那个冲刺技能真的太 OP 了，我最怕就是这个冲刺技能啊！
哎，剩九个，剩九个。啊，天哪！哇，有武士刀有差、啊，这个人好硬啊！我可不可以把他腰直接砍断啊？哎呦喂，等一下，武士刀没了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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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，差点给他砍死哦！来啊，来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我真的很怕他这个冲刺技能，我再被冲一下一定死，绝对死。看我直接用丢的好了，我现在武器很多啊，我不要冒这个险。我现在还有个大招可以用，可是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啊，因为那个大字一定震不倒，除非我有什么。哎呦，我操！我操！操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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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！先把这个人打死好了，这个人真的很烦啊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还剩两只，不要跟我讲说那么大张的地图，你等我杀完这个大块头，我还要再去找人哦。我真的不会想要去找哦。算了，我直接跟他奋力一搏好了，我不想浪费时间了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看我这个技术，看我这个技术，看到了吗？看我这个走位，哦呦！看我这个走位，我靠，这好硬哦！看我，哎，这边还有一把武士刀，我靠，你完蛋了！武士刀的距离比较长啊，跟那个弯刀比起来，哎呦喂，还好我一个左闪啊！我靠，他整个人都已经被我砍成这样子了，他一定是丧尸啊，不然就生化人！我靠，我靠，我刚才那闪得漂亮！我靠！世纪之战啊 ！What the fuck！ 啊，算了，其实如果只剩他一个的话，我会打保守一点啊。但是因为我在想，我就算把他杀了，我也懒得再回去找最后一个剩下的敌人，我就干脆跟他硬干了。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玩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